来讲起来嘛是因缘啦。我大华殿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慈济，还是搬来高雄以后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个委员师姐拿那个研究会的研究件，哎来搞介绍，哎严天荣就是在赫伯台风以后，因为有很多受灾的人民嘛，哎慈济要帮助他们，跟那个师姐改工，可不可以让我实地的参加？哎有参加的人哦，拢做啊做欢喜的，主要一开始我就加入组织。刚进来慈恒队的时候，我记得第一个工作就是先接我去洗黄布，刚开始真的有点不适应啊。迄当我想，很奇怪就是要做这哦、喔。朋友看到嘛，就是搞问问讲，老阿你那去做这个工课啊？吼、喔，迄当咱就听小人讲，垃圾变黄金嘛，变黄金变爱心，所以我就很简单的就是一句话，就是做来安尼啦。做干部吼、喔，真的有他很幸福的一面啊。但是吼，你也把抱着是一个使命感。我会记得吼，以前季妈咪捌甲阮只干部讲一句话，讲干部吼就是咧头，你咧头一定要先动起来。所以我会记得我做协力是几乎所有的工作吼，我拢我袂输命因做。一路来吼，我拢秉持小林讲的句讲，甘愿做欢喜受，真诶有影。咱来去做吼，真心甘情愿。你就感受那个欢喜心啦，对善人阶级化就很值得一起走来。